许愿。哇！现在可以确诊，这病人患的是白血病，而且呢，也接近晚期。阿赵，哎，许愿呢？没大事吧？没啥，输了这血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就借给我们一点钱吧。他那病，你花再多的钱，那也是白花。你是赵林的妈妈吗？是的。我是赵林的班主任，新来的。最近这一个多月，赵林经常迟到，有时还旷课。妈，这是10000块钱，你拿着吧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能放弃吗？